传下去。马嘉祺喜欢刘耀文。这是我唯一没听过的一首。这是哪一部？我想走得有点快了，40秒。快了快了快了，节奏快了。 pause pause。神魂颠倒，躁动的心，躁动的心，躁动的心在旁边。用模式吧。对，我喜欢你的风格。我喜欢你的风格。你好。对，我喜欢你的风格。我喜欢你的风格。你先帮我拔个麦。十个全队做事情。你先帮我拔个麦呗。可以，等会儿吧。可以。可以看出马哥确实很喜欢，一直盯着刘耀文看。其次，我插一句题外话，他俩合作《神魂颠倒》，我也是可以的。接下来让我们来做题，已知马嘉祺喜欢刘耀文扮演角色的风格。又已知扮演角色的是刘耀文，所以马嘉祺喜欢刘耀文，有问题吗？这个题之前做过一次，回顾一下。导演，导演，我们在哪拍？就是我有想有一个想法。你说，你说，好。这样，喜欢有想法的演员啊，大家都带着想法来。我把这个都拿出来。导演没什么想法，已知马嘉祺喜欢有想法的演员，又已知刘耀文是有想法的演员，所以有想法的演员刘耀文，所以马嘉祺喜欢刘耀文，有问题吗？江直树。耶、yeah! 不是张直树吗？不是张直树吗？张直树呀、啊、我就赌一个人名、啊、不是霸道总裁的感觉吗？他穿的衣服应该霸道总裁无需多元吧。马哥说完不是霸道总裁的感觉吗？刘耀文这句应该霸道总裁无需多言吧，是在回应马嘉祺吧。我怕我太 CP 脑，大家定夺。这树吗？张哥是江直树啊。游戏都玩完了，我都不知道谁是谁。你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？一看就是霸总说的呀。什么霸总？我就是霸总啊，我就是霸总啊。是个有钱的医生，你看起来就不像。我是混合型人格。马哥这句我确定是何耀文说的。你看起来就不像。我是混合型人格。谁是你的蠢蛋？马哥打了吗？马哥早知道这五年来我就不要打了一个。我知道是谁了。混在这里，三二一。心都出来了，哎。女主名啊，我觉得应该是耀文。动手是动了动，动嘴也是动。任贤齐，没错。这个套剧本，你的的确，的确。这个给我拍的话，明年直接获奖。大型青春歌舞啊，这个交给我很难选择呀。我没想到我会是三个三选一，我以为我本来是二。我没想到我会是三个三选一，我以为我本来是二选一。耀文啊，听妈一句话，咱谈恋爱不能这么谈。你看看把马猫猫气的，你怎么忍心拒绝这么可爱的猫猫呢？小兰姐姐，小兰姐姐，终是情人变姐妹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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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我叫慧儿。没到我耳层呢，没到我耳层呢，没到我耳层呢。说到这儿，可不止我一个人瞒着你。没有。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有事瞒着你？偏偏你的好姐妹、你的好弟弟，所有人都有事情瞒着你。你要怪全部人，所有人都有事情瞒着你。你要怪全部人吗？你到底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那臭脾气，就会把事情搞得不可收场。你冷静一点，你冷静一点，你们大家都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、啊。大家都没有错，刚刚都没说让你闭嘴，都没有错。没错，对，都没有错，大家都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因为错的是你、啊。他早就把我们的计划告诉给顾明了。什么？顾准，你说什么？你别太乱了，你。为什么？因为顾明给了他钱。你别说了，顾准，你不了解南湘。南湘，你快告诉我们怎么回事。他说的对，我就是为了钱。他说的对，我就是为了钱。耶、yeah. ！哎，心跳还好吗？他下死手了，下死手了，啊、真的是吧？
主观，主观，主观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